被网友称为抖音颜值天花板，长得超级美的耀耀到底是什么才艺奇才？怎么走两千人了，我靠，不至于吧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。这次哎呀发挥了40%吧，但当然要成功撒娇时，我相信没几个人能抵抗住甜妹撒娇。姐姐好不好嘛，姐姐求求你了，姐姐拜托拜托，姐姐行不行呀、啊、姐姐我不管嘛，姐姐我爱你呀、啊、姐姐你最好了，姐姐人家这谁受得了啊。